很差，几千块欧元，是吧？进不了球，但是就压力大，你摇下那个队跟我打，就压着打。他两个亿，叫他妈徐正元了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压着打。对，哥你想来，我就是要把接打来，哥们呢？打出原形，哥就是啥是吧？当龙子原来原形，龙本原形毕露，是吧？啊，哥就是啊，龙子现在什么申花什么上涨，什么几百个亿，什么，我们一千万人民币，中奖第五名，现在哇，这个厉害，就让你脑子干净一点，别这么瞎搞。对，一帮不一样都在搞，对，他们都在搞。他们不够专业。你是客人啊，上岗，拿个冠军，我在上岗。上岗，120公斤。